呢，水土不服啊，哎呀，特别服，看谁都亲切，全是一个脸色。我说你光看脸色不行啊，语言行吗？他说我演的节目不用语言，《动物世界》我演一个母猴，他老公。定位就正准了，小沈阳影视歌三级明星，宋小宝两栖动物。我充其量呢，也就是大家能叫上名字的一名二哲演员，但是人跟人比得活的，货比货得留的。我呀，不往前看，因为目标离我太远，我经常回头看，不忘初心，懂得感恩。我感谢老师。其实要是想找小沈阳演出，找宋小宝演出，来这儿也可以。哎呀，那玩意拿钱砸他呗。那给他钱，我就不信他不要脸他不来。是不是小沈阳来的可以上台？您小沈阳不演二哥，全是港台范儿、歌星范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沈阳。不要疯狂的迷恋我，我只是个传说。60万，一首歌60万。宋小宝也可以来，大家都知道演小品，喊呀那死仔，两句台词55万。我上台白这么贴了，有啥用啊？我才75万。75万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一演演一年，演一年。